本命四号五行属木的人，遇上2024的八号属性于火元素的流年，是正面的。在行为学中，五行流年计算的方式是加八等于三号，三号正面代表着行动和活力，负面代表着冲动和心急。由于五行的规律是木生火，当中潜藏着轻松的迹象，因此运程代表轻松，象征着英雄造时势，潜藏着天时人和的优势，带有四星的运程。而2024年流年行事的八号对应运程的形式，代表着责任与自由的正面解读，表示今年运程的形式，只要能够坚持原则，做好本分，就会有所收获。所以今年此人的运程是鸿运当头，人缘佳，虽然会比较繁忙和带些压力，但是今年的运势，五行的规律是木生火，运程代表轻松，象征着英雄造时势，因此一切是有利的。只要谨记潜藏于三号负面代表着冲动和心急含义中的启示，处事前先调整好心态，释放内心冲动和心急的情感，冷静后专注于目标，做好本分，遵守原则，将可在各方面都有所收获，更上一层楼，过个丰收年。